金鱼航空有名就是它的飞机餐厉害，贵宾室也厉害，看起来好吃，就是那种小酥饼，一口酥，全味加冰淇淋，你是吃到饱吗？这个冰都是吃到饱的吗？对 ，All you can eat。冬瓜排骨汤，可爱猪猪包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哇，好多阿元，太多了吧？这个是可以喝到饱的吗？果汁哎，很高级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我说很不错吧？住在一个包起来的空间。Oh my god！ 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，星宇航空上的珍奶干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吴。现在呢，我人在桃园机场，又要出去玩啦。今天呢，我很期待，因为要跟一位我很久没有一起拍片的朋友一起拍片啦。我们欢迎阿元。今天拍题材呢，就是开箱星宇航空的商务舱。我先问你，有搭过星宇的商务舱吗？我坐到过经济舱。我跟你讲，星宇的商务舱呢，被业界称为都是很顶标的这样子。你有搭过吗？我有搭过一次，我之前因缘际会下有搭到新加坡去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很舒服，而且从那个贵宾室我就很满意。我们今天呢，就化身严格小老师来看一下，说商务舱到底值不值得？毕竟呢，我们单程哦，今天从台北嘛搭到成田机场，对，将近40000块，单程哦，单程一个人。是有点小贵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从那个贵宾室的早餐，然后一路到飞机餐，到什么饮料什么的，对，吃好吃满，我们都要很严格，对，要评断一下说到底值不值得，尽量吃回本，好不好？加油。OK， 金宇航空有名就是它的飞机餐厉害，贵宾室也厉害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进去的，看到的是现点现做的早餐。里面有那个富含豆浆的套餐，还有培根蔬菜的水果包，还有日式拉面，它是味噌拉面，每样都先帮您准备一份。好，好谢谢你，谢谢。旁边自助吧还有开始好好好，看起来好吃，就是那种小酥饼，一口酥，一口酥。拿了，先拿再说，两个。吃完咸的再拿甜，没问题。那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我的爱，先拿。这个等一下上飞机也可以吃。然后这边有说面包啊，哇，麻油啊，早餐类。一手竟然还有酒哎、欸！是爱喝酒的人来这边就喝到饱，喝到饱耶！全味加冰淇淋，你是吃到饱吗？这个冰都是吃到饱的吗？对 ，All you can eat。冬瓜排骨汤，可爱猪猪包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哇，好多阿元。是芋头，是芋头的，我超爱芋头的，好可爱哦、喔！ Oh、my God, oh、my God, 小吴跟阿月，感知就是个味道，可以，锅贴，就是一些小点，可以啦，反正就都拿，太多了吧？这个是可以喝到饱的吗？果汁哎、欸，这边居然有冷泡茶喝到，好扯哦！这个牌子的不得了，存在果汁是在好市多卖的很好的一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好喝，而且重点是它的水，它是一不用的水。高级的水，没错，你要拿对。豆浆这边，谢谢。好可爱哦、喔欸！它其实我觉得分量没有到很大，就小巧精致。所以我们待会上飞机还是可以吃。没错，肉啊、蛋啊、玉米啊、葱啊，都有，还有海苔的部分这边，都有，是豚骨的那种。豚骨味噌不难吃，但是就是你在星光三月地下街美食街吃得到的，可是不会不好吃。哇塞，阿元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酥饼搭配无糖豆浆。没错，严格，来。我其实蛮喜欢喝哦，红浓哦，真的是富航的味道，因为富航会有一个焦香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等一下想喝一口哎，听你这样讲感觉超好喝，好温暖，你知道我整个胃都被温暖起来，老味，很好喝，我就忘记吃更多了。烧饼反正里面有包一些咸咸的葱，嗯，是热的，刚好烤过，一口，不要太烫。你有这个，我有后面，没错。好，杯狗的话，这看起来其实最料好实在的，真的，嘴巴够大，如何？你有经验？它是培根嫩蛋，它的嫩蛋超嫩的，好好吃哦。所以这个是你目前心目中 number one。评论完了贵宾室的，对，那现在呢，要继续前往下一关。OK 的，很高级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我说很不错吧？真的，而且我们这样离很近哎，我们的间隔就是只有一个板子这样子，但同时又有隐私。对的，等下是可以整个完全躺平的， oh. 完全躺平，然后它的脚是可以伸到前面去，你看，哇塞，够大够广。坐给你看，它有铺一个毯子，它的毯子呢跟经济舱很不一样，它是那种厚的那一种，你可以看这样。它摸起来海滩巾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可是很舒服的哦，就是比较保暖一些些，没错，很大条哎、欸，真的很大哎、欸，因为我记得经济舱都会比较薄，完全包住之后呢，你看我的脚是可以完全伸直的，我的身高是177公分，然后它是可以完全坐下去的哦，电视真的非常大一个。你看我身高一米八，比较偏矮，这空间会不会很足？很够，可以藏到后面，绝对是够的，很有安全感。
感。没错没错。会被别人看到自己。你稍微按一下，看它下去会可以多直。有，这边在动。然后你的脚这边就可以被提起来，就伸直了这样子。动了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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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哎、欸，爽躺哎、欸，就可以好好休息。然后我上次是睡一睡之后起来吃东西，吃完之后继续睡睡睡睡睡。然后它的配色什么都很漂亮，就那种高阶的感觉，有那种贵族感。是的，你看它的电视有多大？你往前，你看这个比例尺，这样看电影也很爽。然后它附的耳机也是好的耳机。旁边这边有可以挂衣服的地方，然后这边看下这个，哇，你看这个。它可以拉开耶，这个打开再打开耶，对着再对着，轻轻把你也对着，然后收进去就可以看到我的脚。这边，你好，是先生，是是是，你好，拍到你 OK 吗？不小心拍到，啊，谢谢。你好，美女，谢谢你。有需要帮您介绍一下我们做医生？好，需要需要，嗯。出泡面板都在这里，嗯，然后灯的话按这边也可以做点选，这个是顶光灯，这边打开的话，我们里面有帮你设耳机。Oh my god， 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保险箱的感觉。真的，充电座的话全部都在里面，插座跟耳机插孔全部都在里面，嗯，然后这边还有无线充电盘。今天的迎宾饮料是帽子班咖啡百香果，有点像是那种柑橘的口味。然后可以擦擦手手，看一下它的 menu， 酒单、香槟啊、红白酒什么的都在里面。因为我现在戒酒当中，我就不喝酒。看食物的 menu， 哇，有串烤哎，有前菜啊，有主菜，有甜点这样子。我要点鸡串烧的那个，那，啊，如果吃不够的话，可以再点吗？不确定，了解了解。没有多的菜，嗯，那如果有的话，跟我说一声，好，联络我。OK。那饮品的话，会想喝酒精性还是无酒精性？我喝无酒精的，我喝可乐就。刚刚这位美丽的小姐跟我说，帮我确认过了，还有，所以我们这边。细节都很干净，很漂亮，毕竟是新的飞机嘛。好可爱哟，喔！好的，现在准备起飞了，我把果汁赶快喝掉。飞机已经在移动了。Touch to beating， 点开之后很多个，它的那个触碰板呢，非常的快速，很像就在滑平板的感觉，真的很快。它的耳机是那种罩式的耳机。Y2K， you know， yeah， 这个关起来了，比较有隐私一点。有了这个门之后，就更有那个空间感，就会觉得说我处在一个包起来的空间。久等了，大可马上帮您送餐，谢谢。安远坐在我隔壁嘛，我们中间有这个阻断了我们的爱，每一个空服姐姐说可以帮我把它打开。如果说你有亲朋好友坐在隔壁的话。你的脸是这样。是我珍珠奶茶，我两杯两杯，我是听到隔壁小朋友讲的。吃饭，先吃那个鸡胸饭，居然可以在飞机上吃到串烤，超酷的。可是因为毕竟在飞机上，所以它温度的话有一点点温，然后偏冷，所以超可惜。像常温的烤肉串。在飞机上吃烤鸡串很酷。Oh my god！ 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。欸，其实蛮多珍珠的，有在用心的珍珠奶茶。真的。星宇航空上的珍奶干杯。干杯。哇，蛮好喝的。真的表现很好哎，这黑糖鲜奶的感觉。请问它这个珍珠奶茶是鲜奶还是奶昔？鲜奶。是鲜奶的，你瞧，你们上什么？对，蓝色的人气款。你吃的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台湾梅花猪，它是烤猪肉饭是吗？它很大一块哎，严格仔细吃一看，哇，猪排哎，然后酱汁很好吃。欸，其实我觉得这比鸡肉好吃哎。很像是在餐厅里面吃的那种等级，因为大家对飞机餐的那种以前的刻板印象就是比较不好吃，然后就是充饥用而已，没有。这个真的很好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是白饭，因为它比较咸一点。哪里？它是地瓜
块不到十分钟，可是鸡肉这种东西，串烧这种东西，真的就要吃热的。你看冷掉之后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没那么好吃。这是我点的台湾梅花猪，这个一共有两块，刚刚一块被我跟小吴吃掉了，地瓜、蔬菜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鸭胸的沙拉，附了两个面包，而且它附的面包很赞，奶油感觉超高级，这个橄榄油。出来讲，它的蒸奶真的很好喝。这是白玉红豆奶酪，然后搭配的是绿萝生绿茶。它上面是红豆酱，然后下面是奶酪。你看，甜点很好吃哎，搭配好热嘛。高级的，它的水果附的是樱桃哎 ，baby。Mario， 好的，现在我们要进去厕所了。门一锁上之后呢，它灯就会打开，就会变得很明亮。其实空间好像没有想象中大，我原本以为说就是商务舱的厕所会一般的还要大，其实空间就差不多一样。看它这边，这是我跟马桶的距离。进来的时候你会闻到很香的味道，这边是有放那种扩香的，还有一些这种植栽啊，漂亮的感觉，让你觉得很舒适。这边还有这种补光灯嘛，然后你在整理自己仪容的时候可以比较清楚一些。那看一下这边下来有擦手指、乳液，还有保湿喷雾，这边还有一根花这样。这次的整个体验下来，你觉得哪里是让你觉得最满意的地方？啊，我觉得是飞机上面哎、欸，飞机上面的不管是椅子还是设备，我觉得都是我最喜欢。我也是，就是一开始那个贵宾室比较起来就觉得还好了。对，我一开始贵宾室，我上次的体验比较好，这次好像就觉得普通。然后上次我搭飞机的过程中好像没什么印象，因为我就很快睡着了。这次真的觉得说真的很赞。